我刚刚听说他买房子的时候你根本不知道是吧？哦，那第一套房子确实不知道。他卖房子的时候你也不知道是吧？不知道。因为他一个星期回来一次，也不管家里事，所以的一切事都是我自己做主在做。你都无所谓，你都听他的。我听他的，我因为家里是老三呀。老二是谁？老二是儿子。你是老三啊？我是老三。我家里的财政大权都是我太太一手控制的，有什么决定我听她分配，她说你做什么事我就做什么事。那你真的什么都听她，就没有一个事情是你自己决定的吗？哎呀，我没什么能决定的事情。是，我发现你有一个决定。什么决定？你就是决定听她的。不错，这个决定很重要。但是我肯定是让他的，因为家里不是讲理的地方，是讲爱的地方。那你在家里呢？我在家里，我是讲笑话的地方。反正我就给我老婆带来娱乐。不错，敬你一下。